啊。这俩家伙想干啥呀？你说，啊？当叔的没叔的样，当侄的没侄的样。哎呀，小黑，啊，咬你了没？小黑，平手了，平手了。说句实话，嗯，这个二牛刚才跟小黑玩的时候，二牛确实跟有点怕小黑一样，也有可能二牛是让着他。你不想想，他跟小女王跟那两只罗威纳的那个斯塔福的时候，比小黑比较大点吧，他们就敢打架。你要是来说的话，小黑压制他，那不存在这个事儿，他就是让着，存在你让着你侄子是不是？我把球拿过来，给人家抢啥？你说啊，疯了吧？你非得逼你二叔急，打你一顿。咋了？你啥意思啊？刚才给二牛一个这个，然后小黑不乐意了，啊，给他咬，来，咬着，跟你二叔抢去，别找我，小黑别找我，来来，大老粗，给你，大老粗了声，小狮子，嗯，别喊了，哎，就不给你，又开始了啊。你不给他，他就得给别的狗嘴里抢。哎呀，这小黑疯了，这小黑。疯啥呀？我喂了一口吃的，我怕啥呀？我就得给你打，抢过去了吧？看人家这狗嘴里边。在哪里呀？不是，咱说点正事。这家伙小黑，连二牛敢养，连小狮子敢养，明天可以让他跟黑客，让他俩在一起。二牛。跟黑客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不打，看那个小黑跟他父亲跟他爹在一起的时候，看他俩打呀，又开始了，这么霸道的，就跟那个雷姆那窝那个小狗王一样，不管是天还是地，嗯，他就得站一脚，嗯，这家伙。